我去你的，就这，完蛋了，这他哥都还没卡了，我靠，咋还撞这了？这是差13分渡劫王牌局，如果渡劫成功，那就离战神更进一步了。那我们直接开一局渡劫岛。这么紧张刺激的渡劫局，我必须把我的稀有衣物脱掉，穿成小白衣，好吧？但这一局就不一样了，我下去直接钢波枪，看一看怎么事儿。追停这个脚步。哎呦，你还敢下来，我去你的。 OK， 我的钢枪旅程完事了，兄弟们，第二条命我直接飞心疼。总体来说这个心疼还比较肥的，我们快速把车库附近这几个楼都搜一下。哎呦，我闪下来了，我们吓他一下，他好像也听到我们脚步了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还是直接开车走吧，反正装备也够用了。我们过来看一下圈型，然后选好自己点位直接去扎。这一波不要学我呀，兄弟们，第一个圈没有刷完尽量不要扎点，他们都有卡的。这也就到了开头的那一幕了，他们还有卡到处找人机呢，我他哥就过来站点了。天小布他压过来了，但是没办法，这个药必须打上，不然一点胜率都没有。我套了，怎么人手一把喷子呀？还有他水了，快走快走，这位置不能待，这个包也不填了。这波最大的失误也就是第一个全没刷完就过来站点了，车就像我这样一停，然后趴车缝就 OK 了。哎，咋有个脚步？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啊，要溢出来了吗？难道全说到火焰村了，我们就随便扎一个没人的防区就好了？我套，咋有拔雷声啊？又穿麦了吗？我套，我以为我出现幻觉了呢。我是真无语了，我给你饭盆打爆炸不犯毛病吗？可能是决赛圈的原因，他给我打残了也没过来忙我，他好像要进圈，我们架他一走。我套了，我是真马呀，打残了，我们不带圈，必须莽他了。我套，这个圈还有七个，没办法了，又要钢枪了，不同的就是比落地钢枪还刺激啊。这谁也不动，就要扛最后一个圈，我真无语了。我操，加15分，成功渡劫王牌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就想问，你们是想看度假岛运营讲解，还是海岛呢？